因为整理师他本身也是一个新兴行业嘛，在我眼中，我们每一个军人都是天然的整理师。在部队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对整理队伍的标准就非常高。军人的话，他们做事的标准、吃苦能力还有耐心，不管是执行力还有责任感、服务意识，都非常适合做整理师。一般通常现在一般全屋整理的话，可能会做一到两天，我们是男女搭配，这样是感觉是最好的。辛苦还是有的，但是就是自己很热爱，特别是当你做完这个整理的时候，看到呈现的效果，客户很满意，然后自己心里也很开心。因为当下我们现在退伍军人，就是很多人在就业方向总是被贴上标签，什么司机啊、保安、保镖，甚至物业、健身房教练、教官之类的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方向。我希望自己能到时候带出一支退伍军人的整理师团队。看视频，上封面。